天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工作，没想到老板竟然是我前女友，这属实让我挺难受。他才没关灯呢，不管了，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呀，这啥呀？我操！他咋还没下来？你藏这儿干什么？你神经病呀！我看着桌底下脏了，我寻思我擦一擦呢。你用它擦？我看手感挺好，挺有弹性的呀。好用吗？哎，挺好用啊。滚出来！给我！你知道多少钱吗？7000多！说吧，藏桌子底下干什么？我想我。我刚出来呀。月嫂，你忙着呢。那我今天有点事儿。月琴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你怎么一直踩我呢？他刚才这啥意思啊？来来来，我告诉你什么意思。哎哎，你割着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给我割坏了，我还有用呢。没事，揣两支笔干什么？就是平时看视频，乐意写笔记、写知识点呢。什么视频啊？给我看看呗。就《动物世界》。动物世界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呀，报应啊！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啊？你真疼啊？那我背你吧。我重吗？你跟吃了饲料似的，那能不重吗？